经典意大利，这边上外的排餐。OK OK， 第一份餐点来了。原来我点那个番茄意大利片也有这个，不错。我想吃大家龙还有臭豆。啊？谢谢。还有面包来了，这我吃过很多次啊，品质也不会输京城比较有名的罗德多，品质都不错。好的不错。对啊。价位是有点，我觉得价位还算还 OK。这我们可以考，我买的。看，罗勒。罗勒。对，香料很重。翻过来。大不大香料？嗯。大香料。我觉得这种排餐还是说要人家做好了冲比较好吃。对，你像这种吃到饱的那种自去天的，我觉得都不怎么样。不错哎，你看到，好吃的，这位蘸这个应该很棒。看点辣椒呢？哇，这个烤好吃哦，很香。嗯，真的。Hello， 我的食物来了。番茄豆酱意大利面，它冻热的吗？我还冰的啊。那我们其他都热的，谢谢。OK， 我的食物来了嘛？番茄酱美味，番茄豆酱意大利面。今天我弟请客的，他们吃他们的，我尽量不要陪他们。OK， 我拍吃的食物。OK， 找人看，我食物蛮好吃的，味道都蛮入味的。好吃的，就是这种这样子。老婆，你这是什么？鳕鱼鸡排。等一下，看你哈，鳕鱼鸡排，老婆吃好料子。你看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鳕鱼在这里，有没有拍到？哇，哦，好吃哎，那炸的，那煎的，那底下都很赞的哦。哦，它煎的完美，老婆每天赶快吃啊，你不沾些酱吗？我先把那鳕鱼加到后面。老婆，你不煎就酱吗？我等一下就把蛋煎好了。对啊，真的是不好用啊。对啊，今天我老弟请客哎。老弟请客哎。今天我们都。哎呦，我好像我老弟从来没请过客哎。今天太客气了。可以帮我收这个吗？谢谢。我今天太客气了，应该点那个600多块的。我只能170而已，不像我徒弟拼过费。那个拼维的啊，我偷拍我弟的，我弟不要露那个，我有鸡排，我不要量，来，赶快吃，你应该点正菜才对，鸡排比较嫩，对，很少吃那个了，哎，哎。这个用这个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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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怎么那么那一点？因为那个料更好。得了，一点就很大。这更好用。对啊。要你这样示范。这个是我还是两人补哦。400多。哦，四百多。一人是两人补。大牌。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今天永和会懂得感恩此刻。我就吃一次，又不是天天吃。对啊。我等这一刻等了快20年。要不要对焦 ？OK， 有。对到了哦。有了有，我 OK， 我用主镜头拍。帽子比较好。对啊，不要拍到我那个。我妈说那个有空叫我们回去拿那个肉嫩不嫩？肉很嫩，这么快？嗯，很快。来，要不要吃点皮？好，切点皮，然后吃上看皮有没有你们那个侧就是脆的感觉，酥脆，然后肉嫩。然后调味怎样？感觉看着就感觉脆脆肉嫩。对啊。我其实吃这个鸡腿，哎，这是鸡排的嘛？鸡腿，这是鸡腿排是什么？鳕鱼。鳕鱼，然后。鳕鱼鸡腿排。鳕鱼鸡腿排，哇，你吃这么好料。我老婆，没有在客气的 ，OK， 来吃看看，
鸡肉。林哥姐，林姐，林姐，来，拍给我们的粉丝看看，对焦，对焦。肥肉跟油，来，脆皮的。OK， 不要动了，脆皮的，来，赶快吃。我其实比较不喜欢吃那个香料太奇奇怪怪，所以嗯，脆皮哦，软 Q 气也是蛮，它烤的，好像有点类似那种外面那种，是烤那个类似那种餐那个烤的那种，记错了，好像嗯，怎么形容呢？应该是像那种感觉，我喜欢吃那种脆皮烤鸭还是那种感觉，对对，那种脆皮的，不是看就知道了，就是有点烤，一看就知道了，烤的那种，我觉得。好吃，赞、嗯嗯！然后吃一下鳕鱼啊，快速内的真的有速内的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下鳕鱼。好好，换一下鳕鱼啊，鳕鱼，好吃哦。他这一块我的肉，我等一下，牛肉呀，一波加牛肉呀。对，我开始开始。我刚刚想说原本去那，我去那个什么野宴吃，我加牛吧。对啊，只有我有了。这个，嗯，鱼只有我有吃牛肉了。然后我不要看到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OK。那边有，你大哥那边有。鳕鱼，你大哥那边有。鳕鱼，你要沾点酱吧？还是说吃一个亲自原味的？我老婆都喜欢吃好料的，这样多客气啊！多客气啊！我们吃这样子吗？好吃。鳕鱼 ，OK， 好看。对，觉得。然后肉，哇塞！里面快结束了，怎么讲？喜欢我们的频道 YouTube 频道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按赞或分享、或分享，拜拜，拜拜。